双北1280吃到饱月票上路未满一个月，科批已卖22万张。2018万0570。27联合报记者张世杰及时报道，由双北市政府推出的大众运输1280元吃到饱月票系统已于4月16日上线，民众购买后可享30日不限次搭乘台北捷运、双北公车以及台北市境比客借车前30分钟免费优惠，北市府预估可卖出23万张。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到市议会专案报告，表示截至5月6日已卖出22万张，看起来政策初步实施应该没问题，三个月后看效果如何，再讨论机场捷运线、台铁基隆到树林站是否纳入月票。柯文哲表示，捷运环状线中环段预计年底完工，明年启用后，之后台北市至少5年内没有新的捷运路线，所以台北市推出干线公车，尖峰时期班距降到4分钟，捷运加干线公车成为公共运输最底层，中层是台北市公车路网，最上层是比客、步行，这是台北市未来5年的公共路网策略。柯文哲指出，台北市过去2、30年，机车及自用车数量上升，道路面积却没增加，除非提高公共运输使用量，否则效率不会提高，所以提出1280元吃到饱月票。柯文哲表示，月票先跑3个月，搜集资料再想想看，譬如机场捷运线要不要纳入，台铁的机龙到树林站是否纳进来，但先搜集资料，讨论扩大要多少钱，政治要稳扎稳打。柯也说，许多人问定期票为何1280元，北市府内部试算过，曾经有1680方案，但机车族可能不会买，后来折中。至于外界质疑补贴的钱从哪里来，柯文哲表示，月票政策双北一起补贴9.4亿元，台北市占60%，新北市占40%，截至5月6日共卖出22万张，看起来政策初步实施应该没问题，且经过试算，台北市现在路边停车收费能补贴自己的公共运输，可见未来之内补贴没有问题，至少在台北市没有问题。四、完整新闻连结或短网址 https://德恩科姆纽斯斯托里312万7574/7323.5 备注：基隆的台铁跟机捷纳入青浦房地产套牢的应该都可以获得舒缓，刚好我很喜欢翻旧新闻。新闻：双北1280月票姚文志戒严时代的政策买票 ,http, 纽斯 ,LTN, 科姆 ,TW, 纽斯波利泰孔斯布雷金涅斯 ,2371888, 然后呢呵呵。新闻：姚文志端出双北月票零元 ,https,www 诺内斯科姆纽斯272万0899/2018万0321打脸科1280元月票姚文志，我可以零元 https 纽斯 ftv 科姆TW, 纽斯德塔尔 ,201832EP04M1。
新闻：高市四月推公车吃到饱月票，每月前1000名加送奥比克免费体验。HTTP://MLTN 科姆 TW 纽斯利夫布雷金涅斯2381579。其实我不是想打脸陈菊或蚊子哥啦。我是想说啊，双北这次搞这个月票啊，他们的估计值就是23万啊，也就是说卖到23万就算达标了。这个政策意图逐步转移都市人口通勤模式的效果就算是出来了。这样子看的话，20天的时间卖22万 ,OK 啊，没什么好酸的，有什么好酸的，应该是下面这些潮水退了裤子飞到瓦干达的朋友们。新闻，双北月票销量不及预期一半。 HTTP://www. 齐纳蒂梅斯科姆纽斯帕珀斯 2018-04416-05-16126-107 等于。果然，要乱酸一件事情的话，还是不要太早酸会比较好哦，至少也应该先让裤子飞一会儿，还真是汲取不到当时酸是大运门票销量惨淡的教训。耶，波浪符波浪符，呵呵。科粉不帮忙冲一下业绩吗？科粉不买吗？科粉都南部人怎么买 PTT 反指标？预估23万，万人响应两人到场，又是一个蓬蜂的政策。科被打脸，科科主子被批了，赶快护驾，不能批啊！他本来那个23万的估计法问题超大，科粉就算不在台北也应该要买来拜啊，当做信仰除职第一推，推第二推。等一下科黑就会来虚了，先不写没有推，呵呵。科黑的脸一天到晚喷西瓜汁，难怪那么爱投西瓜。科黑有德龄，你只能做义工，别打了，等等，小心又会被科黑匿名检举普雷斯纳。一个月后再来酸啦。叫你们等一个月就是不听我大摇 4% 年底准备让科粉哭着回家 UCCU。怎么可能免费 4% 摇，哪来的自信？我决定投资裤子产业，哎，没关系啦，这些人被打脸都不会怕的，哈哈，推 XDDD。 那要怎么样让裤子飞到泰坦星？推 KKC， 我光整理字掐歌就觉得累到不行。科黑看来还是有点羞耻心。XDDDDD 公车免费，老人家一直用敬老票，一直是免费啊，政策达标，那些人都直接不穿裤子了，所以没再怕，先让裤子飞一会儿。XDDDXD 科黑怒呛科批。把裤子还给我，接下来就是看运量统计了，裤子飞一会，不过别急着酸。四月中才开始的。看完五
六月的再说 X 滴滴滴滴滴滴干，我开虚，虚什么我不知道，反正主子为啥我吃啥裤子飞高高，百分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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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的数据都蛮准的，等年底印证研考会民调 X 滴滴滴滴协寻科黑的第65535件裤子。不到一个月就22万，人数只会越来越多，因为有些通勤族是签合约租车未停。裤子概念股后市看好，预计到了明年元月会到高点22万就满意哦。科粉不意外多备份几个，我快笑死了，下面党公开需23万张。是指每个月使用张数23万张吗？从普通卡转月卡也算，科黑的脸每天都被打到肿起，推卖出23万张新的，后来没再用也没有计算意义吧。这些人整天被打脸脸不痛吗？柯文哲反核电，你的看法呢？ XD 推啊，柯黑真他妈的好笑， XD 让裤子飞一会儿， XD 滴滴滴滴滴，最近货款压太多，不然应该奥尔因裤子及西瓜汁概念股。反核反煤，科粉用爱发电吗？ XDD 哈哈哈，百分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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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声声悦耳，推反核反煤 DPP 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哦。我忘了现在2018科反核电，所以呢它可以实施吗？是在说什么？16到30、15天，1到77天，总计22天，卖22万，1天1万，百分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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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V， 这颗黑大将很久前狂带风向科币落选，几个月前改爬文王四 NI， 口说 DPP 太烂了，科不一定输。最近 DPP 提名人的戏码他又改口了，科很危险，靠腰哦，立场不要换来换去好吗？现在实施的是2000兆盖风电，你管一个没实施的反核电干嘛？让裤子再飘一会儿。现在很多裸体战士在八卦版啊，拿高雄公车吃到饱来比功课没做足哦。X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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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是要酸姚文智，不是要比较看不懂吗？除职转月卡当然算啊，因为根本没有卖月票卡，那几个账号真眼熟不少，一天到晚不动脑只会喷垃圾话的。你去服务处他也是叫你加值1280，自己开通月票，这个政策有成功。我观察上班通勤人数明显变多，失智通勤星号笑死，不是台北的来酸月票了。悠游卡要自备也不知道，只是要酸人，不就跟酸民没两样？本来就没穿裤子，何来羞耻？不要无脑酸就好，起码人家拿得出东西来打脸，让裤子飞一回儿。有人不知道这是原卡直接使用 XDD 小翻，我是认为可以加入高铁，串联南北，让台北成为台湾人的大台北，大家都可以享用到首度便利的资源。裤子飞来飞去飞不到柯黑身边，你去北捷服务台喊说买月票会被白眼哦，因为是要自己加值开柯黑，就低学历智障。通的 XDDD 党工会无视这篇拉，这么容易崩溃，会领不到500哈哈哈，推1280怎么搭的，连上30天班 ,https, 股
GLIPK8HJ 咬蚊子。卤蛇肥宅早中晚餐零元连好种推 XDDDD 并哈哈哈推摇 4% 的零元政策无敌白痴，跟用爱发电有得拼了资金。遭蚊子被看破手脚，立马通过申奥降低天龙人智商台湾价值月票1280元，月 XDDDDDD 有批裤子好便宜啊，科黑就是丢人现眼的家伙，集合体痛资进党打脸中效绿营跟绿枝就脑子有病。双重标准丢人现眼，说买新卡那个是在搞笑吗？科黑也太爱秀下限，哎呀，科黑大将军也惨遭打脸，科黑肿成这样，依旧前仆后继1280元的任意门，超划算的，我最钟爱的挖坟打脸文，民进党怎么选都输，国民党更不用说了。柯粉自卫不意外，北联中胡拉轻一点拉 XDDDDDD 推柯黑脑残又喜欢到处现哈推，高调说好不打脸的 WW， 这买的22万人都没有台湾价值，都快四年了，一堆人还不穿上裤子。啊，就这样啊，所以他们就这样了啊，很简单的道理，柯黑拼命把自己身上的石磨给别人，柯黑已经够黑了，放人一条生路，笑死。姚文智的三个新闻其实都是同一件事，只是标题不同， KMT 下台。我是柯粉，但我觉得这样打脸不太真实，这脸打得真肿，哈哈，让裤子飞一会推，柯黑绝对是智商最低的一群，柯黑酸归酸，我也买了5张给家人，买了也可以酸， OK， 预售10万票，20天卖10万票，其实定期票卖相不错，蚊子的零元是靠广告来抵，料底交通费要按几次也不算，一下就提出，结果又开始酸补贴要从哪来，咬蚊子真的没戏，哈哈哈哈，快笑死。稍晚突破30万再打脸也是可以的，一群智障政客和底下的蠢民，哈哈笑死，你打人脸都不知轻重的，楼下柯黑蚊子害虫，高雄公车不一样拉，那是党给的浓浓的善意，耶能比吗？发文前不做功课，不同的东西能比吗？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政客，第一个月的前20天能有如此成绩算是非常成功了，以实际宜，这篇党功好少，硕士阿面而言，还是要长期观察第二个月与之后的水准，通勤族眉。人是傻子，第一个月肯定有不少人尝鲜，后面几个月应该还会有人数的变动，不过整体而言算是十分成功，转移通勤人口 XDDDD 挖波浪符，好久不见的一群区被打脸打在一团裤子呢。帮找找柯黑又被打脸啦，爹我怎么说哟，台北太挤了，本来就该多搭大众交通运输工具推，就等你发文卡位看网军崩溃推，更正一下讲党工大家比较清楚，干你娘一堆低能共产资进党工 XDDD。你抓的有的人根本就是高雄版户局卫队的，根本不用一般见识，有的人本来就是五月初才要买，一堆没带脑的四月中再酸推等等，就会跳出来说卖越多亏越多，微词哈哈哈笑死，柯黑不快上工吗？难怪民调出来民进党支持者多数是国中小毕业的。靠杯，你当他们是肛门人吗？
裤子会飞波浪服推歪一一对那几个推文有印象 XDD 垃圾资进党扶植第三势力制裁两党觉得爽快推推垃圾科屁收中共1000万人民币还想连任种资进党再继续讲干话啊种非 XD。收1000万 RMB 的证据在哪还是大家来喊价1000万 RMB 也太少来个2亿 RMB, 这样比阿扁的还缴7亿还多些那几位去找裤子穿拉吱吱之神姚老师说扁扁藏300亿在日本2亿 RMB 算老几淡水阿伦正基加一感谢科批西西那些哈特斯脸皮超厚的。打脸没用的除非能强制性制裁处罚垃圾科黑真的很可耻哎哎哎。我们继续关心波浪服波浪服推科黑真的是看不懂没等于等于这个啪啪声我都应了不管啦。继续来检讨大力弹落别逼了科黑哭晕不敢出来不敢出声了厚颜无耻科黑名单再一波咦都是同一批推垃圾真的不分蓝绿到底谁在自卫呢是嘴炮被打脸的科黑还是有实际几推路的科粉一看就知道推哎呀怎么有人没穿裤子我要怎么叫小孩笑翻笑死不意外一堆南部人 4% 为什么不把裤子穿好呢又不是原始人时代衣不蔽体瓦干达谢科黑赠裤呵呵%真响亮那群人可以找到裤子再回来好吗 KK 斯只好推了超种种爆可怜的德联名单都列出来不好吧嘻嘻嘻嘻赞哈哈哈真舒服。%不要再打了脸都肿到不像样科黑什么都可以无脑酸你好坏先让裤子飞一会儿 XDDDDD 智商堪虑笑死人科黑回去吃奶吧推拉散啪啪。这巴掌好响这些脑残政客天生脑袋就不聪明 XD 推推科黑会怪你发文不早一点都要下班了科黑连好种啊羡慕波浪服而可冲量推王王冷请问你打脸跟打蚊子哪个速度比较快专业打脸推4%人渣整天在秀下线爽免费根本智障一堆失智的科黑跟党工五点了公务员下班时间到了一堆科黑账号都要下线了 W 笑死科黑的裤子呢推这几只全在黑名单里 XDD 真的很准科黑粗奶丸何必打脸科黑都是生活在台湾岛上的自家人一家亲推科黑本来就没穿裤是能冲掉什么垃圾绿枝我变科粉了星号底上句点楼下科黑推喊零元的听了只能摇头科黑裤子乐我的裤子乐资进党就爱大撒币啊选上在压榨劳工狂捞油水推红明显一下摇说能零元感觉就超虎烂的我等等推回资进党党工快来护航啊波浪服波浪服宇智波推回这估计还蛮准的怎么做到的啊带风向啊这群人这种打脸文太舒压啦 XDDDDD 打脸打爆了笑死 XDD 推推笑死哈哈哈科黑不但裤子穿超多件分身账号也一堆狠狠打脸帅拉波浪服资进党会被咬蚊子这种小丑玩死掉哈哈补个等黑高调一波推推哈哈推王王冷科黑根本没裤子穿好吗 XDD 强国人逆零元不就不管你有没有坐公车税都拿去补贴坐公车的
XD 柯黑不喜欢穿裤子，连种种柯黑们真的都不用脑思考吗？已买，超好用。可能天气太热，柯黑宁愿不穿裤子，推打到歪头。通勤族真的不是傻子，大部分都会先测试看看才决定要不要买。又不是吃食物先吃再说，哇靠，真的是一群死低能。你好会哦，不要那么专业可以吗？呵呵，一群喜欢被打脸的科黑 XDD 推王王冷我尬意 XDDD 坐等脑残继续秀下线 VV 每天在做让裤子飞 XD。裤子飞高高拉哈，看到 VV 被洗脸就是爽。克拉奇霍霍，你去存你的台湾价值，谢谢。又多了四个智障到黑名单 XDD， 那些人全都是黑名单耶。楼下科黑推最后一段笑了，推了哈哈摇是趴百分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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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垃圾不分蓝绿 XD 一堆把裤子当鲤鱼鳍挂的飞吧，好疗愈的打脸文推，笑死你酒。两帮科黑虚拟，可以这样一直打脸一直打脸一直打脸吗？科黑被喷满脸惹好惨，赞零元政策根本在欺骗，笑死智障。科黑早就知道当初会卖多了一堆人都马晚个几天买，我也是到了快启用时间才买的。柯黑滚回去南部投西瓜拉煤，再用月票的到处高潮推，对矮柯批反核电一定是他害，台湾煤电用拉巴巴，下台市长能管核电，西瓜粉果然都智障，台湾价值存满楼，百分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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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黑崩溃。话说科屁到底给不给钱拉干，哈哈哈摇真的蛮可悲的，网军战力没一个能看，都他妈舔懒趴狗推，已达标 XDDDD 哈哈，看 KK 斯打脸舒爽推。嫩，我家蚊子零元卖2300万张，你敢嘴？柯黑继续崩溃，哈哈 哈，爽，柯黑要来了，哈哈，如果桃园也加入更可观，推呵呵呵，柯黑真的可怜，我们要怜悯他们，宽恕他们。桃园价格不可能1280吧，除非桃园市政府要出补贴，基本上推出的三天内捷运柜台都超忙的，一堆人排队买，那个新闻第一天早上就发，只是预购量而已，但是预购又没差，所以数字当然不多， XDD 推推哈。某些账号就是爱酸年底干死蓝绿资方狗，人人有责，柯黑的智商本来就是出来搞笑用的，哈哈，加油，有做事情的市长，那个名单有一半本来就黑单，笑死人。现在新闻一转贴看下面一团黑，就知道多少垃圾党工在下面带风向，百分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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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裤子飞一会 XDXDDDD 4% 的裤子 XDDD 推，觉得一个1280吃到饱的小方案也可以让科黑气普普，科粉纷纷高潮，可以炒大一点的吗？两边推个推 XDDDD 推推推推，让裤子飘一会儿，咬蚊子就是民进党连胜文啊，推一堆网军整天想带风向，哈哈哈，柯黑真的是废到笑，金扣连呵呵，垃圾资进党扶植第三势力，制裁两党，推科黑太超智商，让裤子飞 XD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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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根本就小丑来搞笑的 DPP， 最后也不可能推他拉，台湾政客的脑袋结构真的是无解，矮怒须一个推推拖推起来，推哦波浪符躲不知道哪里去了， XDDD 按需会变科黑0500吗？
磕粉都没钱领，推 https://i.guer.科姆.uy8222z.jpg2182而已。缩让裤子飞一会儿，波浪服先让裤子飞一会儿 ，xdd 这样打服维茨他会崩溃推笑死，咬蚊子把自己搞得像智障一样。有在座的就知道，一堆人买月票，尤其是学生学校、家里、补习班间的往返，再加上假日不买才奇怪吧？打到裤子飞起来，波浪服 ，x 滴滴滴滴滴，让裤子飞，波浪服，波浪服，波浪服，乐色科黑造谣说科收中共1000万RMB，小心等哪天被挤。想当年还有人说高铁是废铁，这人拖到真的跑去游泳了。奥克拉还有北联中湖，今年不知道会是什么，哈哈，我看一堆科黑默默的再买吧，为反对而反对的智障们，科科推 PTT 果然反指标，挑蚊子就跳梁小丑。台铁一起下去的话会变超级便宜，帮推科黑名单，推有没有之前想两三千吃到饱时的新闻和推文，推 XDDDDDD 哈哈哈 DPP 党工丢人现眼，推